都是因为你控制不住才设定的这些东西，一旦你已经控制住了，你坐在这儿你可以啥不想，但不是发呆啊，你通过止观再加上佛的智慧进入的这种控制，一旦你开始不再想了，你就在享受生命了，你不是坐在那儿发呆，发呆也享受生命，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状态，是宽坦而住。坐在这儿的时候你觉得全宇宙都跟着你安静下来，如果你休息全宇宙跟着你休息，你一往这儿坐就像整个宇宙跟着你坐在旁边，全宇宙都在休息，都在安静的坐下来，哎，它的身口意都是沉默的，静下来，寂静啊，就是一往这儿坐就是那种宽坦，就是你不是以一个总是以一个小小的个体，就像一个小细菌小蹦来蹦去蹦来蹦去，老是自己出去打斗啊，孤身奋战在人群里边，就慢慢慢慢就三世十方以这种角度来看世界，就不是爱看在一这一生啊，你自己这一生还是看嘛，就是我经常说生老病死这都是这都有啊，当然说有婴儿少年青春期啊，中年老年，就这么个过程嘛，是吧，每个过程有每个过程的美嘛，啊，就是都不是个，不要自己去定义它是什么，然后三世十方坐在这儿，我们生生世世就这么过来，这一世我只不过在人道经历啊，我这一世真的是恍若云烟，就很快就过去了，这几十年一百年是吧，这一世上一世在另一个，可能在另一个世界或者在其他道，那这一世我在人道了体验人道，下一世我不知道游到哪里去是吧，这一世在人道体验，遇到了你们，遇到了大家，遇到了身边的每一个眷属，就是我的孩子啊家人啊这些，他们有的是母一道的，有的是母一道的，各式各的道嘛，有的好像习气好一点，有的习气差一点，你只不过体验六道众生的习性嘛，你看一看，哇，这个众生是这样的，这个众生是这样，你坐在这儿去体验这个，你在这道体验嘛，剩下的就是我们难就难在你在这个是先生存嘛，你说我要吃东西，其实在座大家哪个说家里没米吃了嘛，生存还是一包方便面就生存了，你还能有什么多难，除了你的生命态度生活态度，你不会跟任何人比较，你不会，你安静全世界跟着你安静，你动全世界跟着你动，就是说你会觉得你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体验一些东西，也谈不上有个真的是吧，很多都有，我想喝杯茶他说不给你喝啊，人家说不给我也不生气啊是吧，你出去讨杯水喝，人家不给你来地球上讨杯水喝，不给你喝你还生气啊，那你其他地方讨嘛，总有人给你喝的嘛是吧，你换一个地方嘛，你去我们做化缘，佛法当年释迦牟尼佛带着弟子化斋，有的人家不供养你是吧，是吧，七家嘛，化七家供拿不到，人家有的真的不给你啊，人家饭不够嘛，那不给你是佛陀弟子也不行啊，那不给回来七家化不完，人家回来就直接打坐去了，当不吃呗，一顿不吃又饿不是，他只化七家不会无休止的化下去的哦，他回来打坐静坐，静坐下一顿再化再吃呗，不一两顿就生活的很，就是那种很悠闲，就是那种不会在这个世界跟人去攀比，我真的是活生生的在活着，而不是在这个世界活生生的在受报，我们拼命的投到商业里边，投到这个世界的恩怨里边，那真的是去自己找报手我人家是报不来，我们自己出去另找，看谁跟我有缘，谁跟我有缘，我欠你的还是你欠我的，你问是吧，你欠我的我要还，我现在是菩萨，我欠你的我还，那没事找事，他来了就受报，没来你找他干啥，你赶紧修行还是吧，赶紧宽坦而住，在这个体验生命啊，对吧，找他干啥是吧，找那些报，而且解决了生存问题，拼命世俗人是拼命的不断的去转换着，追求名利情的，获取新的名利情，或者更好的更圆满的，只是因为拥有的已经没有感觉了，没有刺激，因为它空虚嘛，要换嘛，那我们有你有佛法了，有佛法的三界是，就是说三世十方的时空角度，或者是过去就有佛的智慧了，你就不用那么空虚，你不用去跟他们走，他们追求名利其实是因为空虚妒忌攀比是吧，你现在没有这些了，你何必去呢，去跟他们争那些东西，让他们空虚，他们想获得更高的，如果站不在那最高点，他们难受嘛，他们很心里就受不了嘛，
你又有佛之戒了，何必跟他们争那个？就算他们站在了喜马拉雅山顶上，珠穆朗玛顶上，那不就是个土伯伯的顶上吗？是吧？你都站在西方三世的脚的顶上了，你跟他们争那个土伯伯干啥？你上去吧，我不上去了，是吧？你站在那儿吹着风凉凉的，是吧？就不用比嘛，是吧？嗯，这就是境界，师父正道了。我们住在吃苦之后，才能还能正道，不苦就圆满。哎，有一年到半年到两年的，就是修止跟定观，然后在学佛的之间，慢慢就最起码能走出来这个困境，哎，把自己能够。把自己在这个世界遇到的各种缘报给你带来的困惑能够自己捞出来，就坐在这喝茶，你享受人生呢。就是至于说修茶道、修香、修这些，真的是也，你要能够安住在这儿，真正的修行呢就够了。这已经是生命本身、生活本身，活成生命本身，不要去，一定要找事儿做，是吧？找事儿也可以，但为什么一定要找麻烦给自己？就算在我们修行以前，我们已经有一堆麻烦事儿了，是吧？那修行人的态度是，当你觉得这都是麻烦，已经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修行的态度，一开始修行就先把它放在那儿停下来，不去做了，嗯，很多很多麻烦，不去再制造更多的麻烦，再制造了。一旦你觉得你所做的所行所为所说已经给别人带来了伤害跟困扰，那马上停下来，这个就是开始。但不是说你把家里扔了或者什么，不是，你改变不了什么的，果报已经熟了，那停在哪儿？因为你不动，大家都在动，有人会解决的。开始解决问题的，就是不断的，就是对错是非，就还是在这些影响你。这就像我刚才说了，你说个错了二字，你已经慌了，并不是那件事影响你，是错这个字影响你。因为我们经常怕错，你知道吗？恐惧错了，其实说句老实话，从佛学的角度，我们从生下到现在没做过一件对的事，还有个对的，一直在受报，一直在给自己招惹麻烦，不是，是吧？哪个对做对了？这师父最终不是被弟子气死，就是被弟子气开悟，那我还不如待在山上清静呢，一个都把你们拉不出来，还是在名利情里边转。还是没苦控，是啊，有时候想多了，拉弟子干啥呢？不用拉，跟弟子分享你的东西就行，弟子自会受益的。因为每个弟子太聪明了，都是佛，是吧？这就是我说，你说错了二字会让你马上去紧张，然后马上去处理那件事。我说不是那件事，是因为错了本身这个字就触动你。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，说错了这个字马上就已经急了。也许没错，也许错了，都有，就是福祸相依。比如说你订那趟航班，你订错票了，可能你就不该坐那趟航班。万一那趟航班啊，这个说这个有点，这不说了。但是那可能你是引祸得福，或者是什么，是吧？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我想飞这节，这经常不是说那些航班说出事的你没订上，哎，很多人就觉得错了呀，没订上航班，但那个航班出事等等啊。很多人因此而获救啊，所以你谁也不知道你对了错了，是吧？我们活在因果里，有些东西真不知道。既然我们不知道，既然就是这些事情，错二字，就是说最起码你听到错了这件事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跳起来，哎，就是说，而且有些错我们是能承受它的果报的，那就笑一笑，自己去处理吧。有些错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承受不了。下辈子又是一条好汉再来呗。如果是这一辈子能解决那个错，忏悔啊，去弥补啊，补偿啊，都可以啊。在忏悔的过程中，再去补偿的过程中，或者自己在改正的过程中，都是一种洗礼，都是一种就像下大雨一样，很爽的，不怕错，怕啥？就是这都是这些对你来说，你如果听懂这些，已经离开悟不远了，还有怎么捞？还有怎么拉？有泪，还有怎么气？就不用赌，这有啥可赌？心中有事嘛，心中都有事，永远有挂，永远有牵挂，永远有事。坐在这儿，你有一次坐在这儿，真的是心中跟脑中是清风明月的，
是辽阔的草原，辽阔的大海，是你坐在这儿是三界六道，就是三界六道没事儿，别想着一说六道就想着地狱的苦，想着天人的乐，这不着相，你连思想都是着相的，你一说六道就想着下三道的苦，我说六道我又没说下三道苦啊，是不是？你总是介绍个地狱你就找地狱相，介绍个天人你又找天人相，我们总是，但是这是不自觉的，但是是你以前就这样思考问题的，你带着很多的着相的心去思考问题，你能不苦吗？坐在讲地狱多了，你马上买上回家做个噩梦，是吧？梦到地狱了，说老师，是不是？这个其实慢慢慢慢，你习惯让自己做，培养自己坐在这儿，永远是开阔的，就是最起码三世十方嘛，这是佛的看问题的基点嘛，是因为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嘛，啊。那上世未来还在轮回嘛，那这个时空时间跟十方的这个时空让你宽泰一点，让你没有那么拘谨，让你不把心放在这，一定要放在这个世界的恩怨里、六道的苦难里，就是六道苦它还是有，它是因果的一种轮转嘛，是吧？恩怨你知道这一点就够了，就不用再计较了，因为反正你尽量的不要下去就行了嘛，是吧？然后坐在这儿享受这个阳光嘛，就算台风来去看着吧，你还不能欣赏一下地球上的台风吗？欣赏它是吧？什么都你没见过，你见过吗？你真的静下心来去看过一个台风吗？你只是想到了台风带来的损失，知道吧？修行人当然说要关注这个台风带来的损失啊，尽量让它减少，避免损失。但是一个修行人，这是个自然界的风景啊。你能不能不听着每天的网络上那种，哎呀，太不难了，怎么要损害多少，要死多少人，这种概念在你头脑都已经疲惫了，知道吗？是吧？这个世界的成住坏苦生老病，这个世界不断的这种变化，成住坏苦生老病是台风啊、海啸啊、暴雨啊、冰雹啊、雪花啊，你不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很这些幻境的变化，很，如果你站在一个坦然的坐在这欣赏的角度的话，这不风景吗？你不无聊吗？生活，这不多浪漫的世界。但是我们会带着很多创伤、很多的负面的信息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所有的东西都会带来伤害的。他没来，他就已经伤害到你了。说句老实话，这个台风已经伤害到我们了。我们在说，我们走不了，飞机会晚点。你看多累！如果说一说台风，想到了飞机晚点，想到了把那个电树给折断了，想到房顶漏水，想到很多很多，哎呀，我会气压低，我会不舒服等等。你要头脑都抓着，这个台风没来，你就在那恍惚了。为什么想这些，是吧？但是说我控制不住，控制不住就修啊，现在做点啥修啊，先修法门。如果你能控制住，就不用啊，随时随地可以修啊，你就幻境嘛，不是？包括你自己也是幻境嘛，你乱想这种状态也是个幻境嘛，六尘都是幻嘛，停下妄想才真正的止跟定啊，停下妄想就是坐在这儿，先静下来，这就是修啊，这就是菩萨道、解脱道，你的心永远在解脱道上，就这么修，坐在这儿去静静的，也许台风不会来，是吧？空烦恼一场，但是为什么前边那三个小时你都没好好体验人生了？就因为一个说是台风来了。是吧？就因为说你错了，就因为怎么，有人说你错了，有人说台风要来，有人说，他都是有人说，你还没看到，何况你再看到说真的就是这样，哎呀，这个世界完了，因为在他之前你已经想了一大堆负面的。